你好，我是应久县，在务实移民服务部工作，帮助新移民融入加拿大生活。某社服务大温地区超过40年，我们向新移民提供各方面的免费服务。新移民跟加拿大公民可以享用不同的社会福利，我们可以帮助您在不同方面。我们有讲解电脑班、中学补习班，我们可以帮助您申请牛奶金、医疗保险、报税以及更换枫叶卡，提供各方面的资讯，包括法律、教育、家教、银行、租房等等，转介到就业辅导、英文班、家庭医生以及社区服务。如果你是新移民，请今天跟我们联系，我们可以帮助您成功融入加拿大。